最近之前因为腰受伤的关系休养了一阵子，那最近都在澎湖拍一部新的电影，对。这部电影我算是去客串的，然后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前辈，就是啊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小齐哥任贤齐、小齐哥还有舒淇，然后正在拍摄当中，今天也是特地回来参加这次这个代言活动。我之前也都是听说的，因为毕竟大家都希望这个故事不要结束。那我们在拍摄的当中，每个人也都很享受在那个过程当中。如果真的会有要拍电影版确定的消息的话，观众朋友一定会第一个知道。对，现在我连我都不确定。我想这件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今天是 The Body Shop 的记者会，那我觉得这个事我们可以私底下再谈，我怕会模糊了焦点。那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朋友嘛。谁说分手了没办法当朋友？谁说分手了不会复合？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定。但我只希望这是属于我自己私人的一部分。那我还是有想要保护的人事物，希望大家可以留给我一点私人的空间。自己现在很开心，很快乐。所以，我很开心，很快乐。对，我只能这样回答你而已。对。